喂喂，蒋飞蒋博士哦，哈哈，在大热天喝下一杯冰水，感觉真是舒服痛快。小朋友，今天就考考你，你知道两点水和三点水的区别是什么吗？稍后告诉你。喂，记得我的问题吗？你知道两点水和三点水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嗯，有三点水的都和液态水有关，比如江、河；有两点水的大多与寒冷有关，比如冷、冻。水冷冻后会结冰，因此三点水演变成了两点水来表示寒冷。你们学会了吗？下次写作业时可以用这个方法分清到底是三点水还是两点水哦。